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阿斌，现在呢我们走在去找松茸的路上啊。今天我们几兄弟啊一起都去找松茸，比一下谁找的多啊，哪个找的多下午就办招待。看然后就吃爬火。大家看啊，我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找松茸的专用工具，看上面勾的这里呢主要就是勾树枝的啊。待会儿呢我就给你们示范一下啊，这是怎么用的，希望我能早一点找到这个松茸。是我们四姨他们呢已经到林子里面开找了，已经找到一个了，进林子开干啊。找到了，我们的松茸呢就长在这个青冈树下面的啊，要仔细看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青冈树的叶子边缘啊，全是刺，所以说有点招人啊。他们下面找到了啊，找到四个，去找烂菌子。松茸找不到，找菌子的门，帮兄弟一个。烂菌子，快过来！我这里发现一个小的。你们看啊，这个松茸才刚刚冒出来，好白呀、啊！看，哎，还是三岛屋的，对，还是有这么大一块啊，太香了，好白，你看，好鲜。我还是用点草把它包起来，虽然说是小啊，但是我们要保鲜。把它包起来，哇！你包的啥呀？这可以。我们二娃找到了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看我们这个松茸啊，就在这么茂密的林子里面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它找到多大一块？哇，这么大一块！我操！来，尝一下。来来来。这儿，嘿嘿嘿。还掏起吃呢，这儿这儿，哦对对对，啊瞧，啊，瞧换了，这不要瞧短了吗？个子这些，哎呀，哦吼，啊，瞧换了，哦对，对对对，干吧，哎，不要弄凶了，胖嘞，这么大一块，哎，好白啊！把这里盖上，现在把它盖好啊，明年它这里就会又会生。啊，抓一块，你好文明。看这么大一个，不错啊！二娃今天开张了。这样包起来了，就是为了保鲜，它不会变色。看啊，这刚刚上来就又找到一个，但是很小，多功夫，三功夫。看，这样，把这两个包在一起。朋友们，我们太搞笑了啊！找这个松茸全靠缘分，我们就坐在这里吃啊，刚鲜都没发现我。我往这边一看，这里就有一个松茸，太对了！朋友们，惊不惊喜啊？这边有又有三块，我操！看这里，这里发现两个挨着的，然后这边又有一个，好压抑啊！到这，我有点断，长在就长在表面上的。就是，看这个，够了吧？这个就在这儿。哦，怎么弄？怎么弄？相当不好撬。哎呦，不行，这个大。
现在开始取第三个。我们要把下面的土给它弄回去啊，要给它盖好，第二年就还会长。第三个还有一个没取，在那边。看啊，朋友们，虽然后面没有找到松茸，你看，这鹅蛋菌找到一个，然后这旁边这里也有一个。好呗，这是谁？看，特别像鹅蛋，好漂亮。一个都破壳了，好幸运吗？搞定搞定，很满意。哇哦，呀，你自己挖的呀？啊，哇哦，哇哦，大气，大气，这么大的，要真弄了行。哎呀，累的。你看，你妈是把它吃了。哦，大一两多，就两多。啊，两多。你那多，我还要去吃呀，还是你？是我自己找到的，好大两多，这是精品啊，看。这个是啥的？啊，用这个叶子把它包裹住，保鲜。可以念吉星号。